存主义者，我去坐过山车了。考莉莉，我是坐过山车了，对吧？我 ，OK OK OK OK， 我也去，我也 OK， 你也去，我以为你要逗我呢。不姐在后面尾随啊。什么意思？你好卡，啊、考莉莉。喂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喂，考莉，能听见，能听见。哎，头快吹了，吹婉莹。完了呀！我忘记了，这旁边是什么颜色的鸡腿啊？真的很卡。他不舒服吗？你回忆一下，正义，你跟我下来的，这个我这边拍到的鸡腿是警长双岛的，在保安室门口拍的孝三的鸡腿。孝三是看到我跟正义进去那个保安室里面，两个人对身份，我没刀他，他也没刀我。出来我就看到两个鸡腿倒在地上，一个是正义。一个是这个孝三，一个是黄夫妇，他们两个双倒的话，我完全理由接受。那么凯凯和威猛的小老虎在哪里死的？请你们说一下，好不好？我鸡腿在保安室下面。死的这三个人太味儿太对了。我们三兄弟，我跟波波还有 C 哥，我们三个一直在对身份啊，命案跟我们三个没关系。但是我和菠萝，我们两个都报身份了 ，NPC 不报掉头就跑。我这票我要挂波波挂 C 哥身上了啊，我可能马上要被拘了啊。C 哥应该，反正我感觉有问题啊，我要挂 K 票挂 C 哥身上了，过。我跟赵死了就是 C 哥害的，好吧？但是我觉得，哎，你太冲动了，真的。外面死四个，我肯定先出外之位啊，壮壮。我觉得你，我觉得你有点冲动了。你不觉得轰轰很像豆豆加拿大吗？什么动静？有点不是，我跟 C 哥，正好我们三个一直在一起啊。什么动静？感觉兔子有点像豆豆加拿大，怎么回事？过。是这样的，我开局的话和同桌老师他们在北侧游乐场那边遇到了，然后我烤箱麦太小了，他们都没有搭理我，然后我就一个人走到南侧过山车那里，想看看过山车怎么玩，然后就报警了，过人。确实如轰轰所说，我们在保安室一起对身份，然后孝三进来看了一眼我们，我们下去之后就在保安室下面、啊、看到两个尸体。贴在一起的，基本上警长双倒。然后凯凯和布布有没有可能是？凯凯和威猛小老虎有没有可能是链子呢？待会儿可以盘一盘。然后还有更多的信息吗？过。哦，不知道啊。但是威猛的小老虎被那个黑色杀手给带走了。这个铜珠，感叹号过。波神，我想提问一句，你还记得史大壮给你报的什么身份吗？但是你一定不知道吧，他贴过你，你刚刚说话的时候变身了，你还记得他跟你说他是什么身份吗？哈哈，全票打飞史大壮，史大壮的身份是假的，他说他是那个那个什么，但是其实并非是如此，好吧，全票打飞史大壮，撤货。 OK， 好，我跟你说，史大壮是派对呀，把王菠萝变身了，我跟考莉莉全程在北侧过山车，我俩隔在一起，完了目睹了铜珠一口把威猛的小老虎吃掉。如果那么是那个 C 哥这波点石大壮，我觉得非常的可信 ，C 哥是个好人。我跟考莉莉全程抱团，王菠萝被变身了，那么剩下的三位正义椰子鸭轰轰是一个三个人里面有至少两个。最多两个坏人的格局。Yes， 先出十大咒，管他呢。真是无语了，你太着急了，小壮，很相信。为什么都我？最多和至少。太着急了，好像没差别。我操！王菠萝给我笑死了。王菠萝哥，罗哥，什么动静？罗哥，椰子，你的声音不小啊，现在挺大声的。现在还小吗？不小。我操！完了，你们俩。轰轰你！哎，我们现在把两个人抱团了，你跑什么呀 ？OK。跑什么？你跑什么？这两个铁双狼。啊？哎，考虑你别追他，他傻子。我的正义很厉害，我跟你说。正义什么身份报？你知道我身份对吧？正义什么身份报？我跟他报了鹅。我那是。我知道啥了呀？
他吃的加南大啦。好像是考利迪到了一个人，然后我把 C 哥吞了，应该是这样。哎，我怎么把 NPC 吃了？ NPC 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我都没看到。哦，过过过过过。我跟你们讲，就不简单。我走在大马路上，沙琪回头让我跟他聊会儿天，你说这合理吧？我直接撒腿就跑啊！他带个考离离跟我来说咱俩是抱团的，他根本不带怕的，他俩就追着我一路子赶，这么赶到北侧游乐场下面。就是好人，我遇到了正义和 NPC 这两大傻帽，我操！我说赶紧跑，他俩这里喊动手，好了，现在好了，两兄弟全没了。说实话，随便出啊！这么 SB 肯定是好人，随便出一个考离离或者猪猪公主都可以啊。王波罗，罗哥，赶紧归个票，快快快，罗哥，快快快快，我要投票了。我归，那考离离呗，过。我归铜珠了，我正义使者跳身份啊！铜珠鹈鹕不归，为什么要归我跟猪猪？我正义使者，我可以。鹈鹕吃下来大窝头。过。红红这么爱舍病，肯定是个好人，我真是无语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天哪，我今天。哇，真的太抽象了！我想把个考虑全程在北侧过山车，看到铜珠鹈鹕吃了崔姐，我俩完全不存在动刀时机，我俩动刀不是被铜珠逮到了，他要跟我们不是一个阵营的，他肯定会揭穿我们呀，我们俩肯定是好人啊。先出铜珠，铜珠是那个吃了加拿大的，剩下一个坏人王波罗斯笨蛋，考虑是好的，那剩下一个坏人应该就是椰子鸭了。哎，出铜珠。哇，我的这么你出铜珠，哎呀哎呀，你这么急着投票，不行，我的罗哥，我们俩的罗哥，我操，我服了。你要去，哇哇，真的夸张，哇哇，哇，我是生存主义者，我要活下来。摇铃不行，摇铃、狼是我卧龙出山轰最好的朋友，这首灯关了只能说妙。出铜珠，诶，过。狼关灯了，那没事了。哎，申请发言，轰轰让我跪靠莉莉和猪猪的。哎呀，我真是，我的，我确实没动脑，我确实没动脑，反省一下啊。出铜珠，过。我开局在那个赌场哦，马戏团帐篷碰到了猪猪公主，然后她看到我就跑，然后接下来我看到了轰轰和菠萝，应该是两个人在过山车那里，好像还是游乐场那里，在那里抱团，然后我就没有走，然后我现在就在那个保安室下面一丢丢过着，好像没有死人，过。这任务石大壮开的吧？我觉得只有十大壮才能开出来，你觉得呢？这一手关灯，太感谢了。哎，那个正义也有可能开啊，正义也是狼被杀掉了。更顶级的，是的。椰子鸭，你完了，椰子鸭，缴械投降。正义也有可能在开。捞啊！我操！我身上吧都被派对呀派对了，太有实力了。嗨，沙鸡，你好。我决定今天开始不在路上跟你说话，因为在路上跟你说话，你就说我是坏人。哎呀，回，能报警吗？为什么报警啊？我想跑。飞散而逃 ，OK？ 为什么？我活着，我生存主义者，我活着就能赢。我懂，我去把他引开。OK， 你也不能死啊，你也不能死，你死了也会输的。波神，波神，你也不能死，你死了也会输的呀。哎，就是你这种废物。我是一个大牛，牛不牛？你老在当口水呢，你，我去把他引开。三个人。为什么他要报警？我都觉得我要刀一个治一个了。
对对，我去把他引开，我去把他引开。主要是 CD 时间，哎，这生存有点，在这个地方有点过分。不是，我去把他引开。我说你不能死，你死了也会输。你也不能死，菠萝就往刺客头上去了。我操！我你说，那你